时间给大家晚上呢稍微看点图腾，那么问的人呢，你们都是弟子了稍微要尽量能够问的好一点，明白吗？那么给他们出个号，师父呢要解决一些人的现实问题，解决的你们是精神问题，解决他们呢很多是肉体问题，所以一定要帮助他们，也要付出爱心。好了，能不能过来让我看到点的地方啊？我看不到。你看，我说吧，这孩子不就是来看图腾的吗？你知道这个孩子为什么后来不哭了？他刚刚哭得很厉害。师父一个意念过去，先不要哭，马上给你看。好啦。站起来，给人家报名。站起来。他是20113月19号的，属龙的。然后4个月的时候，发现那个脚后跟就起水泡了，然后我们带到医院，说他身体缺维生素 A。几几年的？2012年3月19号，属龙的。明天1岁。这个事情呢，台长讲过的，家族性的问题，家族性的问题一定有杀业，而且杀业很重。我觉得你再看也没用，你小房子要好好的念，你至少先要念87章，然后不停的给他念，念到一定的时候，你看看他的维生素就会慢慢的起来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外伤就是外面的皮肤没有出破的地方，赶快给他念大杯水，给他擦。你听得懂吗？我想问你，你念经了没有啊？念了。小房子念了几张啊？念了300多张。300多张。嗯。是你自己念的还叫人家念的？我自己念了有20多张。200多张。我劝你好好的继续念。首先我问你，孩子是不是白天好一点，晚上很严重？他是只要是一碰受伤了以后就会起水泡，如果不磕不碰就不会起。我告诉你，这个是他的循环系统出毛病，血液就是循环系统，所以血液里出毛病，按照医学界讲是缺少维他命，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从我们说灵界上来讲，他的小灵性多得不得了，全部都在他血液里面。我刚刚看一点一点的黑的，我不知道是养的，过去是打鱼的，祖上有没有打鱼，或者有没有说这种沙叶小动物。我父亲他们家是学中，我父亲家是老中医，他爸爸家我就不知道了。在以前还有吗？那我就不知道了。你的妈妈家里是干什么的？我妈家他们祖上应该是农民吧。农民嘛，杀鸡杀鸭了反正你不要去管这些了，我希望你好好的给他念经，你要有信心。师父今天讲了半天了，很多人的病一年两年才好的，没有这么简单的，一种业报不可能念300张小房子就完全消掉的，这个就叫没有因果的，你听得懂吗？该受报的一定要受报的，好不好？没有生命危险。好了，我跟你说，我刚刚已经给他加持过一下了，你到会场上来，我一定给他加持的。好了，那个。
是我姐姐，她是71年属猪的，她得的那个肺上有肿瘤，然后我们来时，我们医生让她住院开刀，我们说以前不要相信医生的话，我们以前让台长什么意思啊？谁叫你不要相信医生的话？医生的话可以不相信的，医生的话绝对要相信，台长的话也要相信。医生看肉体病，台长看灵性病，一起结合，毛病好得快。怎么你抽一个人两个人都上来了？就是我的女儿家，麻烦那个师傅给她看一下，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嘛，她和地上医生看有些东西，到底是癌症嘛还是瘤，我不知道。我想在哪里啊？这我们是新疆来的，71年属猪的。在哪里呀、啊？我说你现在医生说你的位置在哪里？肺上。肺上是吧？我帮他看看吧。几年属什么的？71年属猪的。71年。71年。属虎的是吧？属猪。属猪的。告诉你，你这次没白来，肺上不是癌症，严重的肺炎，一点事都没有，不要自己吓死自己了。我因为看他们从新疆赶来的，哎呀，我都不去羊肉串。好了，没问题了，把孩子好好念好，好不好啊？他要放很多鱼的，他可能新疆放鱼方便吗？不方便。不方便的话，你最好看看有没有人在其他城里的，他们可以带你放，好不好啊？因为其他地方也有亲戚的嘛，你放生先放2000条，好吧？放心的，没事的，台长说你没事，保证死不掉了。你说什么？就71年的吧。就是我姐姐，她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这是你姐姐啊？不是我妈妈。你妈啊？你姐姐怎么长得这么老啊？就是刚才看你，我姐姐肺上，她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肺上面是吧？是她自己是吧？刚刚看的肺是谁了？我姐姐的。哦，也不在这里是不是？当他住院，我们说你先不要住，等着。小房子让他念280张，好吗？我告诉你，你姐姐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厉害，很能干。对，比你凶啊！你看着凶了生病的，不凶你看生病的，听得懂吗？哎，你看这个孩子也凶，所以生病。好了，好吧，好。来，我们的老先生啊，我是从印尼来的。印尼，哦，专门到印尼的，是。哇，印尼最有名的是什么？想不出来了吧？我讲出来你们都知道。哎呦妈妈，印尼民歌，哎呦妈妈。好，请说。我有一位朋友，男的。1964年出生的，是鼠的，他的属老鼠，老鼠啊，64年属老鼠的，64年，1964，啊，60年，60年，啊，他们叫60，6+0年，属老鼠的，他的那个是急性肝病，情形怎么样？是不是？60年属老鼠的是吧？是，肝病是吧？是，好了，看到灵性了，麻烦了。非常不好，这个灵性而且是从上面下来的，那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也就是上面上来收他的。我想问问你，这是你的孩子吗？不是，我的好朋友。是你的好朋友？是。你这好朋友生意做得蛮好的，还可以。我告诉你，他有非常有造诣的，应该有点名气的。
听得懂吗？就是说很多人从天上下来是乘愿再来，是来帮助人，是来救人的，但是到了人间被那些财色名食睡所污染，所心灵弄了，然后呢找不到家。我还告诉你们插一句话给你们听听，你们知道吗？观世音菩萨还跟我说，说让我多找一些从天上下来的乘愿再来的菩萨和一些天上的仙人，把他们带回家。当然不是你这个朋友，他一定做坏事了，所以他才这样。你听得懂吗？听懂。我告诉你，现在这个灵性，你要把他说不把他带走的话，我告诉你，那就要真的祈求观世音菩萨了，就要拿大声闻指。应该怎么做呢？大声闻指的话呢，意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要求菩萨，就是说某某某彻底忏悔了，我彻底明白了我自己在人间所有的忏悔，所有的罪过，我从现在开始要许多少多少大愿，明白了吗？而且啊，我可以告诉你，我刚刚看他的这个肝啊，它是有一点点扩散，而且还有囊肿。囊肿小片的地方是在右半边，肝的右半边，明白吗？明白。而且我告诉你，他因为发现的比较晚，他有一点点腹水，肝腹水。明白吗？明白。所以我希望他赶紧要许大愿，这个小房子我想820张。要紧。还有放生，放生几条鱼？两条。对不起，给我们听的不好意思，因为我马来西亚人就是几多条鱼。我现在告诉你几多条好吗？好，500条，不算太多吧？是啊，是，对不对啊？先给他放500条鱼，好不好？好，叫他不要难过，告诉他没有关系，我看医生要叫他动手术的。OK， 感恩。好吧。是不是我可以问我自己的事？一个人只能问一个。你想问两个啊？我问我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台长马上讲给你听了啊！你属什么？告诉我。属猪，1949年出生的。好了，腰不好。血压高，心脏不好，脖子酸痛，关节痛，明白了吗？明白。还有脾气大。是。还有命根当中应该有2次婚姻。是。明白吗？所以自己好自为之。我叫你跟你说，你有劫的时候你跑不了的，所以我希望你正好最好能够多做功德，少碰到劫，明白吗？你现在几岁啊？54岁。369都是劫。你是虚年龄53、54是吧？54。是虚年龄。1959年。十足的。十足的。十足的。不是十足，我不是属猪的。我觉得昨天不是还有一个人讲话说他什么呢？后来我笑的。什么？啊，属兔的。哦，他说兔子。后来我听到是什么？大家听到是什么？肚子。好，那么我告诉你，你现在呢？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一个星期念2张小房子，好不好？然后每天要念49遍心经。好。17遍大悲咒，礼佛念3遍。十七遍。哎，他们帮你记了，没关系的，好吧？好，你人挺好的，但是你还是有点怀才不遇，因为你的是怀才不遇，他没听懂。怀才不遇就是有才华，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就
就是你有才华，你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听懂了？因为我啊是读英文的，我中文只会讲，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有那个才啊，就是非常有那个才能啊，才能知道吗？印尼话才能叫什么？佩勒蒂啊，讲响一点，佩勒蒂 ，understand？ 啊，你有这个佩勒蒂，听得懂吗？听不懂。你没有好好的打到底发挥出来。明白了吧？啊，所以你做生意有好有坏，有好有坏。有时候明明应该很好，你就是不好。实际上，这就是你的命根当中经常在转换。明白了吗？啊，好啦。对我的身体，我是刚刚从新加坡来。啊，我是做第十二次的那个感冒。要命了，看样子台长以后要学多国语言。啊，化疗。化疗，什么地方讲给我听？我直接帮你看那个地方。胃。lung cancer。我刚刚跟他讲了吧，血管、心脏全在这个部位。我告诉你，我帮你再看看这个胃啊。肺。知道，跟你开玩笑，肺。想知道，几几年的啊？会啊。1959，属啊，属猪的。哦，他的肺有点问题了。你的肺有点问题，你的肺里面有积水。积水。对不对？就是他里面。我告诉你，你去拍好了。你拍出来声音空空荡荡的，像水一样的，你听得懂吗？你这个肺啊，当中主要是在这个部位当中啊，有一块炎症很厉害。我不知道是你这块地方是动过手术呢，还是这块地方是黑的。你肺动过手术没有？没有，没有是吧？1999，你这块地方非常黑，非常不好。1996年的时候有吃火锅。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伤到什么，就是我哦，出车祸。对，好了，我告诉你，你不要讲了，你这个地方肺一定撞坏掉。我看着其他地方，比方说像一个头一样的血流啊，很正常的。到了这个地方一块黑的，就是堵塞住了。你肯定这个地方肌肉受损，或者里面的血管受损，粘在一起了。明白了吗？明白。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每天念大悲咒的时候这么录，好，明白吗？明白。自己录，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怎么就录，好吧？好。啊，小房子你要念54章，然后再21章21章念，好，没什么大问题的。好，你死是死不掉，但是活的也是比较痛苦，好吧？好吧。好吧。台长又学会了印尼话，泰勒蒂。陆台长你好。你好。我上次沙耶的，想叫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弟弟，1988年属龙的。像他这种看图腾的倒很少，跑上来就交代。弟弟是几几年属什么的？1988属龙。88年属龙的是吧？告诉你啊，你弟弟这个孩子啊是从天上下来的，你别小看他，他是一条天龙啊，他很牛，但是这条天龙现在是头朝下尾巴朝上，你看看这是什么结局，到现在这条天龙的样子还是金色，也就是说他现在一定受困受阻碍。他的下巴已经痛了3天。看见了吗？头朝地，下巴就下去。然后他一直肿，都需要吃
药，就是要吃药。对，需要吃那个疼痛药。嗯，医生也看了，也开过了。没办法，他现在这个龙骨啊，他这两块龙骨啊有点拱出来，看见吗？这个让我需要怎么？我告诉你，现在他真的有问题，他这个倒是完全要念小房子，而且他在天上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是犯错误被踢下来，听得懂吗？听得懂。嗯，是我可以帮他念吗？你可以帮他念。嗯，我还没开始。你很爱你的弟弟是不是？对。你知道你跟你弟弟钱是什么关系吗？你们看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了，他跟他的弟弟前世就是夫妻啊，所以呀、啊，不要造业呀、啊，下辈子还要还呢、啊。你们好好听师父的话，我不会让你们下辈子再来了，听得懂吗？台长，我看一下，因为我刚刚开始念经三个星期，觉得身体非常不舒服。而且腰部疼痛很难的，你就你这点能力能量，你给他念，因为他是天上下来的，你给他念根本不行的，而且他的业障会跑到你身上来的，这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你的能量根本不行，你没功德呀。你比方说你们今天在这里啊，做了很多功德的人啊，哎呀，为这个做了很多功德，他只要跟菩萨讲，我教你们，要不学啊，还是要学了吧。医生这里查出来说你这个地方怀疑癌症，对不对啊？可能是癌症，这个时候你就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说，观世音菩萨，把我所有做的功德全部化解我这个冤结，听得懂吗？就是不要让它生癌症，那个时候你化验出来一定是良性的。问题你没有功德，你讲了也没用，听得懂吗？功德怎么做的？好好做呀！你要记住，凡是菩萨的法会呀、啊，什么，你去做一个，比方说去助缘呐、啊，去帮忙啊。他们法师都是的，他们就是助缘呐、啊。你知道，在人间开一个大法会，天上所有的菩萨都法喜充满，他们全部来助缘的。所以为什么龙天护法？为什么各路神仙、各路菩萨全部都下来啊？听不懂啊？我把你们比得好一点，你们都是各路神仙龙天护法，把你们比得不好一点啊，算了，不讲了。讲讲，如果要是我自己不念小房子的话，他的病会变成你这样。你首先你自己要每天念大悲咒49遍，帮他念49遍，然后你念小房子才会有力量。否则的话，而且你要讲我一共帮他念多少章，你不能说我为了救我弟弟，哥哥还弟弟啊，弟弟啊，我为了救我的弟弟，对不对啊？我给他念，请小房子帮他好，因为你没有数量的，他身上灵性就向你生了。如果你想救他，你有限，你就告诉他，就是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我为了救我弟弟，我给他念300张小房子。你只要讲300张之后，你300张之内他就不来找你了。你如果讲就是全部都由你还的，他就上你身了，因为你是有限度的，明白了吗？你还要我怎么解释啊？就像现在叫有限公司一样，他赔的时候不赔光的，无限公司倾家荡产赔光了，还听不懂啊？1901年哎，只能看一个了，接下去只能看一个了，好不好？好的。嗯，你看看多可怜呐，前世夫妻，今生续缘，又不能太好，又不能不好，还要吵架，好了还要难过，难过了还要好。吴台长你好。嗯。我想帮我老公问一下，68年的猴子。想问什么？身体吧，图腾吧，看。哟，随便看看，不看了。经又不念，还随便看看。他
台长帮你算命啊，下去啊，我看了。我是初学者，我就是。初学者，我告诉你，台长很严格的，我对我的弟子一定要管教严。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对他们管教不严，他们会走偏。走偏的话，台长都要被他们背业的，听得懂吗？所以，像帮你这些人看，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不念经的话，我看了我就替你背业。所以不是，我今天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早上我在这里念经的时候，我脑筋里转了一下，就是我说想请那个台长帮我看一下，就今天就抽到这个签了。这个叫神奇啊！那你不抽到，人家也抽到了呀。好啦，算了，冲你说神奇嘛，就算了。要念经的啊。讲吧。68年的猴子。嗯，哼，你老公脾气坏得不得了，对不对呀？对对。我告诉你，你老公非但脾气坏，人还很滑头，听得懂吗？对。对。你老公在不在啊？不在。不在，我讲几句，你会不会顶得住吗？能。你老公啊，哼哼。犯桃花哎，没办法，你看顶不住了，哭了，我不讲了，没哭吧？没哭。啊，我告诉你，没关系的，他命中就犯桃花，好不好啊？帮他多念解节奏，好吧？嗯，没问题的。不过呢，你呢自己呢，我讲个心里话，你呢这个人呢，也要自己稍微打扮打扮。然后自己呢也要检点检点，该讲的话讲，不该讲的话不要天整天数落他。你讲啊讲啊讲，讲的呢他一发脾气，你又没声音了，听得懂吧？你有本事一直讲下去呢，他会跟我说，台长我讲下去的。后来我跑到厨房间一个人讲下去了。好了，像你这种没什么看来看去的，不知道看什么的，你还不如让人家看急诊的呢，救人家救命的。好了，看看，如果我老公犯桃花了，这怎么看头了？师傅你好，我要看。你说谁好啊？师傅。哦，我是嘟嘟你好。讲吧。40年的龙。40年属龙的是他。是的，女的。什么？女的，女的。女的，40年属龙的，想看什么？健康。我告诉你，不是太好啊。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出毛病了。是的。我指的出毛病，你知道是什么？长东西的，知道吗？知道，已经末期。生癌症啊，长肿瘤啊，师父什么都看得见的，所以你们自己要好好修啊。我告诉你啊，他还不念经，对不对啊？因为我妈不会念，我帮他念的。你妈肚子饿，你帮他吃饭，你吃饱了他还饿着呢，劝劝他，能够让他念，听得懂吗？因为他不认识字。他不识字。不是，不识字的话，我们有这种小收音机，送你一个，待会好吧？那个我有，但是我家里……那你帮他念算了。是的。你会念不啦？对，有。你给他念了几张小房子了啦？200多是吧？嗯。他现在这个病还不是太严重，现在不会马上走人的，要走的话也就是一年半左右。你别告诉他，他在这里啊？没有。啊，好。一年半左右，但是你要把它不停地放生，让它延寿的。有。有吗？有。哎，让它延寿，我看它的，看它这个细胞啊正在淡化，往边上的散，也就是说你做了功德，已经庇荫到它了。谢谢您，师傅。那请问小房子还要需要上吗？小房子你还要给他许愿，还有560张。那
我要多少张呢？一共啊？嗯。一共要等到他好了，还继续要念。不用说先几。21张一波念。Okay. 你比方说560张念完之后，你再跟他许180张，好吗？应该我看，如果560张再加上180张的话，再加上放生许愿的话，应该会很快会明显好转的。他过去有咳嗽，他现在咳嗽已经很少了。是的。你看看他聪明不聪明？他在做义工了、哦。啊、哦，我看错了，这是入室弟子啊，那是弟子证。我以为做义工牌的。好。那师傅，那我妈的功课呢？我会好吗？啊，是功课。啊，功课。啊，我妈。妈妈的功课，妈妈功课就叫她大悲咒49遍。嗯。我昨天跟大家讲过的，如果没生癌症的人，如果脑筋经常不动坏脑筋的人，不杀生的人，每天念49遍，那是观世音菩萨说的，保你不会生癌症。好的。啊，但是还有礼佛叫他念3遍就可以了。好的。好了，加紧时间了。给人家点机会了。哦，我知道您的徒弟还有一个他生癌症，他念了800张的小房子，他说有扩散的现象。哪一个？83年属猪的女的在那边。你帮他问啊？他这我的号码也是我的同修让给我的。哎，你倒是很聪明啊！人家让给他，他先问自己，问好了之后再帮他问。你以为卖菜啊？放块砖头，放块石头，都是占两个位置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没有办法，两个都。你让他自己再跟他讲吧。我可以告诉你，你要记住，凡是念经念的效果不大的话，我告诉你2种原因：第一，小房子有雾，明白吗？第二，就是业障太深；第三，做出来了，今生没做好事，明白了吗？讲都不要讲的，现在修心不代表过去的业障没有，明白了吗？他过去做什么生意的？不晓得下去问问他吧。好，给下面一个。对不起，师父，不能再问了，不能再问了。谢谢。好了，自觉一点吧。辛苦了，感恩感恩台长。想问一下，一位亡人的是寇国贤，姓什么名字啊？寇国贤，寇啊，宝盖头，寇叔。哇，寇准的寇啊！啊，对。哇，那是，那好像是那个叫什么族的，叫寇寇。国是国家的国，贤就是那个贤人贤良。寇。寇国贤。国贤惠的贤。贤良。男的女的？男的，2011年过世的。看到了，个子不是太高。这位是那个同修的一个父亲，我也不是。个子不高，头发往后梳的，这个人非常的善良，很会做人。我告诉你，虽然他没学佛，但是他逢庙必拜，这个人接了很多的法缘，他现在在天上遇见。在遇见天，我还要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在大前天，我又看到一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而且我看到了他家里人都做梦看到他在天上，在那个知道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台长看到的他是在阿弥陀佛的很后面的右手边的一个角落这个地方。不容易了，角落那也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好了，那再问一位是一位同修刚度的一位同修，他是55年属羊的，他已经是乳腺癌，就是做过手术了，他就说还要需要多少个小房子。55年属羊的，对，乳腺癌是吧？对，他已经念了200多张小房子、拿掉了一个，整个切除了。
再给他念，再给他念300张，好不好？叫他情绪稍微调整一下，情绪很不好。嗯，那放生呢？明白吗？放生，叫他放生500条鱼。好的。好吗？要大一点的。嗯。不要这么小。好了。感恩台长。师傅你好。啊。我是来自云南的，想请师傅帮我看。云南啊。哇，都这么远的路过来啊，不容易了。新疆、云南，看到关。请师傅帮看一下86年属虎的一个男的。看什么？看他身体，得了肺癌，看看怎么做。86年属老虎的是吧？对。嗯，很麻烦的。我告诉你啊，他这个肺癌不是遗传的。是今生自己造的，他抽烟的，熏得一塌糊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看见他整个一大片，当中黑一点，边上淡一点颜色，也就是说当中这个地方非常的炎症非常的厉害，就是有扩散的迹象。对，医生说让他这个不让他做手术。看见了吧，这么大怎么扩散的怎么做、啊、开这里那里没有，开那里那里放那里，听得懂吧？所以我告诉你，他实际上按照人间来讲，很多医生没有办法医治的，你回家吧，等死呀、啊、明白了吧？这样怎么做？是不是要几岁啊？嗯，50了。我不是86啊，是62年，错了。62年嘛，也要50岁了吧？是62年属虎的。啊，你看看年纪很轻啊，现在。他幸不幸福啊？我们正在劝他念经。劝吧，劝好了再来问，我不讲了，我一讲的话我得麻烦的，明白了吗？嗯，好了。师傅，再帮我看一下我身上的灵性。你看了几个了？又看了？没有，一个。看一个是吧？啊，你身上的灵性啊？嗯，63年属虎的。属什么？63年属虎的。老虎是吧？对。63年年初的，他是大月的，他年初的。你是早上生的，晚上生的？我是中午生的。就是不早上生，也不晚上生。你要知道，早上生的老虎很老实，很老实的；晚上生的老虎吃老虎，很凶啊。因为老虎晚上的时候有精神，白天睡觉，听得懂吗？你中午睡的呢？啊，生的呢？你就不知道了。这样吧，我现在告诉你，你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你还没有超度掉，是你流产的孩子。嗯。对不对呀、啊？对。好了，没有什么大问题。好了。好的，谢谢师傅。哎，你要注意啊，你衰老的比较快啊。你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你现在衰老的很快，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啊，你的整个身体缺钙，你的关节啊都缺钙，你掉头发，记忆力很差。我劝你吃点卵磷脂，还有缺点补点钙，然后念心经，再加上准提神咒，好了。好的，谢谢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和台长你好。你好。我想要问一个盲人，他是我母亲。盲人。啊，王人，王人，师傅的耳朵不好了，对不起，对不起。2002年。2000几年？2002年。走的，叫什么名字啊？王人啊，就是过世的呀。对。过世不要说生肖的，说名字。梁翠梅。梁什么？翠梅。翠英。梁翠梅，梁是木字边旁一个梁吗？三点水。梁柱的梁。梁翠梅。哎呀，好高的。下面，在地府，很不好，明白吗？你应该做到他的梦了，他回来看过你们一次，对不对啊？
以啊，你们跟着师父啊，我告诉你们啊，师父以后啊，真的晚年可以保你们开开心心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很多人现在其实早就要走了，就是师父这个气场接着他，所以你们要好好修，你们爱护师父啊，师父真的能保你们的。你知道师父为什么要收这么多弟子吗？实际上，一个我让观世音菩萨收你们，第二，师父收了弟子之后可以给你们加持，一般的小的都可以慢慢的孽障都会去掉，而且如果你就算命该绝，你就算出车祸，你看我一个徒弟，他正好是一个大劫，他车全部撞得烂了，两个人居然从车里走出来，人家都奇怪，全部都是。讲完吧。师父，请问，台长，请问我也。你给他，我看一下啊。我告诉你，我现在看到你这个妈妈的形象，衣服呢穿的不算太破，但是呢是丝绸的，但是很旧。走的时候呢，你们给他换的是丝绸的这种寿衣，黄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一点不像你妈妈，你像你爸爸，对不对？你台长都看得到，所以你们都见证。我告诉你，你给你妈妈要念84张小房子，你念到50几张的时候要特别快，因为50几张的时候她可能会偷人。我刚刚看到她脑子里老想着你们的老家。你们的老家有红砖大院的地方，我看到边上有一条河，你们的老家房子啊，不是高楼大厦的，就是老家呀，老家不是说他住的房子，就是农村的，过去农村的房子。有没有一条河啊？没有，前面有个过去。过去不就河吗？河不就过去吗？还是 driven。 好了，给妈妈赶快念，念到50几张的时候特别快，就是50几张的时候不要念50几张少。我教你们方法啊，因为有时候他在地府的时候念到一定的数量，比方有30几张40几张，非常有可能要投人的。他经常在活着的时候想念家里的人，念到40-50张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投人，所以你们念到这个时候要给他一下子烧30-40张，听得懂吗？他就一下子可以拖上去，否则的话他就会留恋人间，他就会投人，明白了吗？好嘞，可以，你哥哥你念都可以，好不好？好啦，我想问一下我自己本身的，哎，不看了不看了，你还不好好念经，还叫你哥哥念，你这么孝顺啊，你为什么自己不念啊？会念的，你现在念了没有啦？我才开始要念经。来人呐！好了，下去。愿父您好。啊。吴少林，给我看一下，我是57年属鸡的，我胃口不好，而且经常失眠，不知道有没有灵性。57年属鸡的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特别当心啊，你的肠胃道已经出毛病了，你的毛病是哪里？从食道开始。对对对对对。台长看到从这里开始一直到下面到这个地方，后面倒没事，所以你的东西吃到这里就结石了，下不去，对不对啊？对。你其他的毛病倒不多了，我看看其他的都很好，有一个毛病，不是肉体病，这个脑子经常发神经，听得懂吗？失眠。失眠了，
发脾气发无名火。失眠那是你内分泌失调，明白了吗？你内分泌失调的话有好几种情况，一个是血液方面不流通的不好，血液走的不好，还有睡眠，就是因为你平时早上精神太紧张，压力太大，一到晚上就会睡不好觉，而且你失眠是上半夜开始失眠，开始的时候睡不着，但是呢当中有一段时间睡着的，到了四五点钟又睡不着了。对，小孩子在身上，对，人性出来了。那需要念多少小孩？你打掉这个孩子没走哎，而且你每一次给他念小房子的时候，你心里总想怎么还不走，怎么还不走，人家就不走，听得懂了吧？听懂。你是不是这么想的？我念了这么多了，你怎么还不走啊？我告诉你，再讲的话，我叫他爬到你头上了。好了。你说我来西洋念多少小？好好念经了，好吗？您那时候大概要念多少小？你给他念38章就可以了，好吗？没什么大问题。好了，爸，师傅呢？再留5分钟时间给你们再讲几句。啊，看图的呢也看到这里了，实际上师父真的很不舍得你们，你们知道我们在一起多开心啊！大家想想看，这两天你们有没有精神压力？什么都忘记了吧？好了，我告诉你，人要经常放得下，要经常开心，实际上这就叫放松啊。实际上人说经常要放松放松，这就叫放松。希望你们学佛人就要懂得放下，实际上放松和放下是一个道理，你们要明白，我们的人从活的这一天开始一直就烦。所以观世音菩萨跟师父讲说，人间就是烦恼道，所以你到了这个烦的世界里，你能不烦吗？这个烦完了那个又烦，所以与其一直烦下去，还不如把它扔掉，我从现在开始我不烦了。开开心心把自己的人生走完，因为人生就是一出悲剧，因为从生出来就知道自己要死的，所以这个就等于看莎士比亚的歌剧一样的，从开始就知道戏剧的结束那是悲剧，人难道不是这样吗？生出来就知道要死，多么悲哀呀！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么短短的一生当中，给自己创造出更多的美好的业绩，那就是功德。不要再伤害自己的心，不要再伤害自己的灵魂，不要再让人间带不走的东西来让自己内心受到伤害。你为了名，为了利，为了一些东西得不到的，就算得到的也会失去的东西，你拼命的去伤心去难过，难道这不是在伤心吗？在给你已经很痛苦的身体上再增加更痛。所以师父就是让你们解脱。什么叫解脱？先要解开你才能脱离。你因为一个人的身体像被绳索缠绕住，你首先要把绳子解开，你才能摆脱困境。希望你们好好学佛，明白道理，做人就是要顶天立地。我们在人间该我的就是我的，不该我的我们什么都不要。请记住，要开悟的人要明白，该我的就是我的，什么是你的？只有你的慧命是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长久的，都是无常的，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只要你的慧命，那才是真正的解脱。房子能带走吗？一切都不能带走的东西全是假的，只有灵魂，只有慧命能带走，那才是真的。希望大家修慧命，把
天津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带太当回事，我们今天有了明天没有了，我们今天不开心了我们后天会开心，我们今天失去了我们一定会有，所以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所以希望你们把暂时的东西一定要抛开。师父今天晚上跟你们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抛开烦恼寻找佛性。谢谢大家。大家开心不开心啊？